光，请问还有哪一种夜明珠？另外一种是蓄光型的夜明珠，它必须要在白天吸收天地太阳之光，然后呢储存之后呢，在夜晚当中才能够发亮发光。那就这两种来讲的话呢，大家说耶稣是哪一种？自己。耶稣是哪一种？属于哪一种夜明珠？在黑暗大地中的会发光的夜明珠，耶稣是哪一种？其实是一耶稣是是永久型发光的，是自动主动发光的，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借着人的血肉之躯呢发光出来。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属于哪一种？可能比较属于蓄光型的。蓄光型的，那如何蓄光呢？你就是要来怎么样好好的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我们浸泡在当中，神话语的能量就充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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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积蓄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会黑暗的世界当中呢，就释光，就让别人看见你有真理你有生命，而且你所作所为是一条容易让别人也一起跟着你走上的一条道路。所以约翰使徒老约翰呢，他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是可实行出来的，一个真知的人一定会力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相爱，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也要在行为，是可以行动出来的，可以走出来的。所以也要在行为跟诚实上面，然后让世人知道我们有真理，我们属真理。是约翰二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要遵行真理。真理不是一个口号，不是一个教条，不是一个横幅的标语，真理是有生命的，是可以流露彰显出来的。然后约翰三书第四节，老约翰说，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遵守真理，好好的让真理，让神的话呢来帮助我们成为这个蓄光型的夜明珠。那刚才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人，上帝在耶稣的生命里头放了和什么和？十字架。十字架。对你旁边讲十字架。十字架。所以耶稣的一生就遵守这个真理，遵守上帝的旨意呢，他就把那个和呢孕育成为无价的大珍珠。同样的，我们有智慧的上帝如今在教会，在这个宇宙当中独一的教会当中呢，神也要孕育，让教会成为一颗跟耶稣门当户对的大珍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要建立荣耀的教会。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？它是圣洁的。什么叫做圣洁呢？没有玷污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等类的病。皱纹很容易明白，就是不要老化。好多好多女人一有皱纹就拼命买珍珠粉，拉皮啊，用各样的方法，玻尿酸啊，哇，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去让别人不要看见你的皱纹，对不对？所以皱纹代表怎么样？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，我们不能够固守传统的许多的框框跟限制而固步自封然后井底观天。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，新的看见然后这个
瑕疵代表什么？一颗珍珠啊，天然的珍珠或是养殖的珍珠啊，如果稍微有一点啊 blemish， 就所谓的瑕疵的话呢，那价钱会如何？便宜啊，砍掉一半以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晓得神要建立的教会呢，乃是成为荣耀的珍珠。可是教会在天地宇宙当中呢，的确是独一的。可是教会呢，在各个地区呢，又有这么多的教会。单单在我们弗拉城地区哦，可能就有，我想可能有50间各个大大小小的教会。那教会呢，又有这么多的人。那这些人呢，这些人呢，教会常常会疏忽某些小子，某些小子。可是若不是天父的应许吸引或引导，没有人能够到教会来。那到教会来的人呢，耶稣说什么？必定不饿，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渴。然后到教会来的人，耶稣总不偏弃他，总不会丢下他。100只羊，如果有一只羊迷失了，耶稣说他的心跟天父的心会觉得说，反正还有99只嘛，那一只迷失的活该倒霉，死了算了。不是，耶稣说我的心跟阿爸天父的心会如何？寻找，忧伤难过呀，就放下手边99只的羊，寻找呼喊，羊啊你在哪里？寻找到之后呢，痛打一顿，还是如何？寻找之后立刻拥抱，抱在怀里，扛在肩上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给他戴上戒指。所以这叫做天父的心。所以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面对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子，我们要接待，我们不能够绊倒他，我们不能够轻看他，我们不能够失上这小子里的一个。耶稣为了这些小子，耶稣从天上来寻找他们。如果有些小子得罪你，耶稣说我们要尽力得回那得罪你的弟兄，而且要从心里饶恕那得罪你的弟兄。饶恕几次？七十个七次，490次吗？不止，乃是一直饶恕下去。何等的难啊，不可能嘛。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看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这样讲过啊？没有讲过人举手，讲过的举手。没有，求主怜悯我们呐、啊！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，他要建立教会。他如何建造教会呢？就是叫我们要宝贵，要珍惜每一个小子，每一个小子都是神要在小子里头的生命放上一个盒，叫做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是会刺伤你的先生或太太的，这个十字架是会刺伤你的爸妈跟儿女的。这个十字架呢，告诉我们，别人打你右脸，你的左脸要如何？自发的、主动的让他再打，不是嬉皮笑脸的，乃是忍辱负重的，更超越的，更得胜的。然后呢，用爱要来挽回、感动他。别人拿你的礼仪，连外衣把他拿去，别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自发性的愿意走几里路？走2里路啊！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用生命去拥抱和拥抱十字架。所以贝类
不管是珍珠贝或是蚌啊，或是螺呀，或是蚝啊等等，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生命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异物。如果这些异物长在贝当中，会变成珍珠；常常长在我们人的身体里头，会变成肿瘤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修道哇，最后变成舍利子。但是呢，耶稣期望他放在每一个小子里头的，每一个信耶稣里头的生命里头的这个河，这个十字架呢，你们要用爱，爱，爱，饶恕，饶恕，饶恕，包容，包容，包容，拥抱，拥抱，再拥抱，让这个十字架的河最后不是马上变成珍珠，今年得月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一直等到出来，那个珍珠是何等何等的宝贝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耶稣他承认，教会承认吗？教会一定承，可是教会中的人呢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耶稣又预先告诉我们，天国比喻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撒好种的，这个好种是不能坏的，是有永生生命的种子，是世人不能夺去的。这个种子呢，耶稣是希望撒在好土里面，没有一个农夫会笨到，当他要撒种的时候呢，不撒在好土里，对不对？他都要先去松土，先去除草，先去把那些碎石头全部清干净之后呢，再去撒种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是期望我们先成为农夫，让我们自己的心田呢能够成为好种。当种子进入心田当中呢，因为是好土，所以种子就容易扎根，容易发枝长叶开花结果。请问马上开花结果吗？也要经年累月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撒的是好种，可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仇敌，仇敌来撒什么种子啊？来撒很像麦子的败子，是假的麦子，让你呢无法分辨，如同鱼目混珠一样，你把它当真了。所以目前有好多好多的宗教啊，其实人都把它当成真理，那不是真理啊，那是人的道理，人的想象，人的哲学呀。只有耶稣才是真理啊！所以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天国的成长发展扩大的过程当中呢，会有败子。天国从最小的芥菜种长成最大的树的时候呢，它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面酵。大家晓得，我们做面包、做馒头，只要放点面酵，就会如何？就会发起来了。那发起来之后呢，就很轻，里面有很多空空洞洞，对不对？所以面酵代表什么？也代表耶稣的敌对者、敌基督呢，就想方设法要在教会撒下败子，撒下面酵，让你的生命呢是虚浮的，是空洞的，是飘渺的，让你呢觉得说，哎呀，哪里有什么天国，哪里有什么永生啊，世界、金钱、美金才是现实的。所以这都是上魔鬼的诡计啊！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宝贝藏在地里头，藏在地里头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智慧去寻找好珠子，寻找这颗重价的珠子。这颗珠子是值得我们变卖所有、变卖一切，一个一个的全部把它变卖。然后呢，来买这颗珠子。
马太嘛，他买了。撒该，路加福音十九章，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，我不是该杀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该杀，因为他以前呢是滥用权柄，然后就是贪污，然后这个中饱私囊等等的哈，所以他见到耶稣之后呢，他就跟耶稣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所有财产多少分给穷人？一半分给穷人。我如果骗了谁，我就还他几倍？四倍。还他四倍。如果你仔细精打细算，他几乎财产全部都没了，因为他骗了不少人。所以撒该一遇见耶稣呢，他等于也选择耶稣成为他的至宝。”保罗呢，也把耶稣当作至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听了耶稣的真理的道、永生的道、天国的道，我们把耶稣当成什么宝贝呢？有时间我会上教会的，有时间我会看看圣经的，但是呢，当你有时间的，你都去看什么？都去看一大堆那个很让你眼睛享受的视频、电影等等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什么是真珠宝。在新耶路撒冷告诉我们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，然后圣城的城墙呢有十二道门，东北南西，它顺序是这样子的，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啊。东北南西各有三个门，门上有天使，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。我们将来得着权柄，要审判十二个支派。那每一个门呢？有几颗珍珠？每一个门有一颗珍珠。请问那个珍珠小的这么小，要让你进窄门吗？不是，那个珍珠肯定不是像骆驼穿过针的那个针眼的门那么小，那个十二个门呢，肯定是一颗很大的、很高贵的、很华丽的、很这个闪亮的珍珠。那谁能够进珍珠门，享受主人的权柄跟快乐的高果呢？谁？要有珍珠生命的人，要门当户对的人，才能够进得了珍珠门。所以，神为了要让你的生命成为珍珠，神允许十字架，神允许你的老公老婆不断的来刺伤你，那你如何回应呢？如果你是用爱、拥抱、接纳、宽容，那神就把你孕育成一颗在神眼光、在人眼光当中都是没有价值、没有无法估价的一个上好的珠子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，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上好的珠子。我们这个登山八福当中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虚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哀痛，我们要温柔，要饥渴慕义，要连续人的有福了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珍珠的爱、包容跟拥抱的生命啊。透过这些的爱，然后呢，能够让珍珠所发挥的光是圣洁的光辉。登山宝训是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不但不可杀人，连动怒发脾气都不可以，然后不但不可奸淫，连动淫念都不可以，
是耶稣告诉我们不可启示。为什么不可启示呢？因为你为了让别人相信你的话，你就通过启示让别人来相信你。是邓三宝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需要通过启示来证明你的话是是，听懂吗？所以你的平常生活言语行为起心动念就是要诚实，就是要真正的哦，然后里面外面哦都能够哦彰显哦这个天国的圣洁。所以当这样的人哦在教会当中的时候，整个教会呢也因着他得福。但是世界书告诉我们，如今的教会有什么皱纹，有败子，有败子。好多好多还未信耶稣、不信耶稣的人呢，常常不是看教会中的很多很多好的珍珠，常常就看教会当中很多很多败子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你，我就不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”他好的麦子不去看，他看都是那坏的败子，所以教会里面是有败子。但是耶稣也讲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目前呢，不要把败子挑出来。”容这两样一起长，长到什么时候？长到什么时候？收割的时候。长到收割的时候，长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让耶稣来分别善恶，让耶稣基督来做最后的审判，让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亲自光照他，他到底应该得着什么样的结果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。耶稣是神的人，他成了，成了。我们应该是神的人，教会更是神的人。可是我们肯让那个在我们生里头的那个河，那个十字架的河，然后呢，因着我们的爱，学耶稣的爱，用真理的爱，用舍命的爱，然后呢，让那个河成为什么有价值的珍珠吗？神一定向你说话，有耳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当中，在马太福音，耶稣基督是义正言辞的要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人。主啊，如今的世界社会处处都充满着那些假的东西。主啊，甚至许多的人都是假的。主啊，求你光照帮助我们，能够去腐存清，能够去假归真，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被对付，好好的主要被管制，主要好好的被孕育，让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能够成为珍珠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